26日报道，据香港媒体报道，大美人李嘉欣昨晚11月15日身穿闪闪长裙主持圣诞节揭幕活动，她愿望世界没有疾病，每个人都活得健康，儿子 Jason 考试得高分，她明白儿子也有情绪，男士是顺从自己，不过当 Jaden 有事相求妈妈，态度就截然不同。他说他会特别 sweet 当我是他女朋友。对着电话他问我今晚去哪儿，回家要补亲和抱抱我。他可爱的时候是天使。提及11月23日是结婚10周年纪念日，他预计在香港简单的过。对于丈夫许晋亨提议跟儿子三人世界度过，李嘉欣立刻带着不满投诉，他说10年前这个还没出事，为什么邀请他，变得没有浪漫相处。相信老公检讨中，李嘉欣希望丈夫继续保持现状，已是最好的周年结婚礼物。